向蓝天飞去，它在天空转了一圈，然后往武山的方向飞去。它就这样走了，连看都不看我一眼，就这样飞走了。我想，在它的心里，只有它的主人吧。接下来请收看菩提系列。是卢庆老师，各位法师，各位贵宾，各位佛友，大家吉祥如意，阿弥陀佛。杜先生，真感谢哈，咱东港的天使之音，为咱唱这么好听的歌，做一个开场哦，真正感谢。那么今天，今天是呢，我用这个音缘歌谱这个题目来跟大家呢参考哈。这个、音缘歌谱呢，会使讲是佛法的根本，释迦牟尼佛。当时有的人甲问讲，你讲的道理是虾米款的道理啊？释迦牟尼佛讲，我讲的就是因缘法啊，缘起法。所讲的这缘起法呢，就是讲呢初有果必有，初生果必生，初无果必无。初灭果必灭，对这款的呢，用现在的较简单的话来讲，就是讲世间所有物件，那是因缘有啊，因缘存在，这物件就会当存在，因缘若出现，物件就会当出现。可比讲呢。咱食饭，一鼎饭呢，一鼎饭这个存在，这个、一鼎饭的存在一定要有因缘，要有关系。亲像讲呢，米，米就是主要的，米呢，鼎啊是水、茶、人工，这拢总有叫做存在，拢总有存在的时阵。这个饭才会当存在，若是讲欠一项，咱就爱等候甲每一项拢总出现，每一项拢总出现呢，这个结果才会当出现。可比讲咱有米，有鼎，但是今仔日停水，无水，安尼虽然有米有鼎，阁未煮饭呢。所以就要等候水来，还是想办法去提水来。有米、有鼎、有水、有茶、有人工，这拢总一直出现啊！一直出现，这一鼎饭才会出现。所以讲呢，凡是关系、条件拢存在，拢有，这个结果才会存在，结果才有。那无呢，就是等候所有关系条件拢总出现啊，
这个结果才会当出现。啊，就是讲呢，泡咖啡，啊，泡咖啡，你有咖啡粉，哦，啊，那无这个地果，你就袂兴水哩，嘛无法度泡咖啡。啊，所以讲呢，咖啡啊，是讲呢，这个水啊，地果啊，人工茶，这拢总有啊，啊，将这个水兴滚起来。冲泡一杯咖啡，所以呢，这就是讲关系条件、因缘、材料、元素，那拢总有的时阵，这结果才会当有。哦，啊，若无，就爱等到甲一一，而且因缘出现。所以讲呢，那是关系条件啊、元素、材料一一出现的时阵。这个结果才会当出现，就是讲穿一件衫，哦，一匹布呢，伊家己袂变做衫，都要有加刀、针线、人工，安尼裁剪才会当变做一件衫。所以讲呢，这阴阳果报，意思是讲呢，阴阳具足，一个情形，一个结果。才会当记住，哦，啊，无来等人家其中的因缘出现，拢总出现啊，这个结果啊，才会当出现。所以古早讲呢，哦，万事皆备，唯欠东风。哦，这是三国时代，啊，这三国时代吼，哦，也做错，也要用回收啊，这。这连环船啊，孔明诸葛亮吼，就是看到做错的连环船啊，啊是安那要甲烧掉，但是拢准备好势啊，钱吼，啊是火与火箭拢准备好啊，啊但是呢，无风无东风来甲这个钱会当阁烧较远去，哦，欠这个东风啊。万事皆备，唯欠东风啊！这是欠这个条件啊，这个姻缘要未记住啊，代志未当办。所以什么款代志，可比讲呢？哦，咱今仔这个苦啦工作，哦啊，都主办的单位啊，但是呢，所有的这干部啊，那无去推动。无去招一挂人来听，啊，这个佛来工作办不起来。哦，咱也有帮山的来吼，哦，也有高雄的、高雄市的，哦，这杨丽华医师，全国好人好事代表，听到消息，专工呢，安尼赶来，甲咱随喜功德，甲咱捧场，哦，这个呢。呀，咱在佛门内底，哦，那讲呢，一个佛来讲座、讲经说法，啊，你哦，就是讲听无，你去甲参加者吼，安尼呢，就是咱世俗叫做斗老热，哦，来去甲斗老热，你就是去独孤吼，啊嘛看个场面真大吼，啊，即款呢因缘真殊胜。这款的佛门叫做庄严道场，庄严道场啊！哦，啊，即马安尼座无虚席，看起来就真殊胜、真庄严。哦，啊，那安尼啊，三五个啊，两跪遐散散，哇，啊，敢真傻逼死啊！哦，真虚弥啊，无庄严哦。啊，所以呢，你甲一个安尼众缘合合。啊，诸事才会当圆满，众缘和合，诸事才能圆满。这是讲呢因缘果报，这个结果、这个状况、这个报果报啊，果报一定呢爱掏钱，这因缘当中记住。所以释迦牟尼佛讲这因缘果报，最主要就是要让咱了解。啊，哦，咱的性命的过程，啊，哦，咱讲呢，无明
言行行言色，色言明色，明色言六识，六识言觸，觸言修，修言爱，爱言处，处言幼，幼言心，这么所有的呢病死吼，心呢就老病死，所有一切的这痛苦都是对这来。释迦牟尼佛当时要感悟到人生现在的种种的痛苦，就是观察这个因缘果报。咱生活在这个世间，世间呢，以声闻大师提倡的人间佛教，就是要爱欢喜，人人欢喜，皆大欢喜，世间欢喜。那么在这欢喜的另外一方面，就是叫做痛苦。所以呢，人间佛教都爱将这痛苦消毒，才会当呢充满着这个欢喜。那么世间是苦呢，那讲出世生老病死苦，生到底是安怎苦？咱每一个人都拢遮大汉啊，有诶已经嘛，小有诶老啊吼，出世是安怎苦嘛？毋知影。不过大师新闻大师捌讲啊。讲人吼，若要投胎转世，要出世做人吼，伊就知影出世做人就真艰苦吼，所以唔经出来呢，唔经出来，迄小鬼啊呢，就对尻川皮甲踢一下吼，快快呢来出世吼，所以去甲看，伊就知影世间艰苦，所有囡仔出世吼，拢都哇吼，爱在哭吼，无一个囡仔，无一个婴出世在个哈哈哈。将来唔好看者伊咧叫这小鬼啊，尻川皮踢者，所以囡仔出事哦，尻川皮啊，拢一大乌青乌青啊。不管这是真诶是假，总是咧人生是苦，世间是苦。因为啥物呢？有生必有死，有出事就会惊到有死诶时阵。曾经呢？有一个老大人啦，老太太也要过这个马路。伫美国吼，有一挂安尼市区的路，比咱一挂高速公路搁较宽。迄个牛牛诶，敢若市区的都安尼爬山道呢。像美国，我看洛杉矶迄个新开发的遐所在一挂市区，那么呢，这因遐的这规矩，只要你看有人伫这个要过这条路，伊车都爱停起来。啊，这老太太呢要行过路呢，一个少年的开车，甲斑马线，爱停起来。那停起来呢，老太太呢，脚步慢慢来行。这少年的呢，安尼袂堪袂忍耐，窗仔门安尼夹落来，甲老太太讲：“老太太，你行较紧的好唔好？”老太太呢，就行过来这个伊车的这个门边吼，伫个窗仔门讲：“少年呢。”伊阮故乡吼，有在讲，一寡这个老大人拢讲，人吼，若对出世开始就一直行，行到死亡的迄个阶段，这是一定的。少年的你行遮紧要创啥去？所以，这个有有生必有死啊。所以人生到底有啥物快乐？人生出世出来咧，都爱注定，爱破病，爱老，爱死，老呢，有诶即卖年纪有较侪啊，会感受着老吼，少年拢无伫咧，有当时年纪也较老，着世俗代志经验侪，也是过去少年诶时阵，我真正呢。真正得意洋洋的代志嘛，真多。
哦，所以呢，看到少年啊呢，吼、哦，啊，你少年啊，免讲啦，吼、哦，我吼、哦，诶，跪求比恁行路较济啦，我呢，食盐比恁食米搁较济啦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呢，老大人呢，永远都爱提，见讲就讲过去，讲了就搁随袂去。啊，无闲啊！啊，若无就安尼规个看电视，见看到下戏，看人去便所就想要去，一个苦累阁无代志哦。这老大人实在是真正艰苦啊！这咱拢无去体会到，无去感受到，生老病死苦啊！这就是因为咱人有出世，出世在这世间。而这个因素叫老病死，而且苦，而且苦。所以呢，咱讲这因果，哦，受苦世间真济苦，这个苦呢，咱真济人拢会感受哩。你若是讲坐车，哦，不管坐客运车，还是讲坐家己的车。哦，手机啊，放伫迄个座位。落车的时阵，门关起来，人车开走。我手机啊。哦，啊，即安尼对紧张。哦，啊，有当时啊，咱重要文件，是忽然间是找无，安尼急加咧心慌火多啊。所以呢，世间啊，真济是苦啦。随时随地都是苦啦，啊！看到你欢喜的人来，你就真欢喜；看到你讨厌的人吼来，安尼你就足受气。哦，啊！尤其呢，那迄你上讨厌的人，啊，人伫咧讲话吼，啊，就特别甲伊讲吼，我咪人外高外高，我大家在泡泡啊，啊，你就要去，有什么了不起？有什么了不起？哦。所以啊，想看咱是不是什么时阵拢有艰苦的时阵？哦，看人咧讲，看人啊，听人讲话，听啊都未介意听。哦，啊，看到什么代志，未介意看。所以说讲咧，这是小小的苦啦。哦，啊，有诶一寡咧，所爱人、所爱物件，是拍无诶，是无看的。迄、那个苦实在是有够艰苦，这苦就是拢因为出世了后，才有这种种所爱求未到，所爱到的过离开，所讨厌人定定爱见面，哦，这就会感觉真苦。啊，这个会生会生，就生出世出来是一个故。有什么因缘而生？因为呢，咱每天呢啊，拢有做代志，拢有讲话，拢有想代志。啊，咱呢讲话做代志，起心动念，这款呢当下就变作咱的记忆体。啊，咱每一个人呢，啊，咱做什么代志？想什么款代志，马上就是变作咱的记忆体。啊，这个、记忆体呢，那记了以后，永远袂叫拍袂，因为这是一种电子的迄个状态，电子的状态。哦，这录影机，录影了后，你知嘛？过等于哦，这个、生命电视台。搁等于因遐搁剪接，啊，搁拍这个文字啊，打上字幕了后，哦，啊，再搁播上出来，家家户户电视机开，对，当叫安尼重新搁啊搁播送出来。这电视录影啊是录音，就亲像咱的脑筋，咱的记忆体。咱呢不但是讲目睭看到的、听到的、耳孔听到的，吼、哦，鼻讲的、鼻到的，安尼呢，吼、哦，咱拢总亲像录音机录音机，家己录起来，
啊，落去呢，拢袂记有讲拍无去，袂记有袂记。虽然有当时年纪较济，吼、哦，也代志较烦，啊，有当时袂记代志。但你若静静的时阵呢，你就会阁想着，吼、哦。啊，若是讲呢，真正要紧的时阵，就会阁想着当时什么情形，吼、哦。我因安呢？啊！伫这个咱这个华珠引导食饭，啊，许医师伊讲伊较早嘛海流啊，啊，我则较早嘛做海流啊。哎，叶居士，房山叶居士较早干嘛海流啊？美竹啊，啊，是哦。哦，哎，阵啊做海流啊，偌忝呢？你用船呀？哦。那礼拜四啊，买开一支 M16 吼，迄枪吼，半自动步枪，走5000公尺吼，也那20分钟久，未走入来，无走入个野区吼，迄天未使回家呢。哦，大家拢嘛拼命拼，拼到那规身躯拢打咧，对头壳打个卡伊个呢。啊，迄阵啊呢，海流啊吼，上艰苦。啊，海了啊，拢家己感觉足清的、足硬的，哦，啊，所以呢，这陆战队的这队歌哦，大家拢安尼来在唱啊，精神饱满安尼吼，唱啊偌大声的呢，原来是53年啊，啊，这个存在叫做有存在啊，物件有存在无？迄物件有地无？啊，你讲有地，有地叫做存在，安尼的记忆体。迄叫做存在意思，存在因啥物看无，看无呢？但是你若安尼解修，吼、哦，你进前当时做过啥物代志，你甲修，过一步一步，敢若电影拢现出来。所以讲有，但是提袂出来互你看，啊，这叫做有，啊，有存在意思。啊，是咱呢每天会只有，这个有。存在就是一个结果，结果一定有因缘啊！因缘就是咱每天辛苦吼，做好事、做歹事啊，也是言语嘴讲好话、讲歹话，啊，心肝里底起善念、起恶念，所有这呢，每天会使讲是咱的心肝、咱的念头。哦，会使讲是真正安尼活泼，真正咧安尼时时刻刻拢总在想代志。为怎样呢？咱因为目睭呾看到物件，看到虾米人哦，虾米人来，耳孔呾听到歌，听到音乐，哦，像讲呢啊，咱呐是听这少年的祈祷，哦。啊，就赶紧啦！粪扫啊，赶紧提出来倒。人个世界贫穷，咱台湾家提这做粪扫车来啊！粪扫车到个少年的祈祷，可比安尼，咱若听到就分别哦，爱做什么代志哦？啊，闻到雾则香，啊，食到哇则赞哦。所以讲呢，咱会使讲时时刻刻都伫个分别。起心动念，哦，啊，就分别讲这好、这歹、这介意、这讨厌，咱念头时时刻刻就安尼，安尼呢，哦，就是讲呢，咱每天都会去做什么代志，会去讲什么话，哦，啊，介意的，介意的呢，会安尼一直想要得到，看到一件水衫，足介意的。啊，看伊标价帅，哦，感觉真贵，阁唔甘买，哦。但是呢，等伊都嘛是一直想，哦，迄领衫是有够水啦，是毋是？啊，好啦，来去买转安尼啦。所以呢，咱就有分别，哦，啊，就会动作，啊，你有起这念头，啊，心动，哈、啊，不如什么动？哦，心动。不如马上行动，啊、所以呢，咱就是想看解，啊，这个想呢，哦，会解，
这是一个因缘，也是一个果。咱先来讲呢，会安尼会去追求，会去争取，哦，要爱什么的，要吃什么的，要听什么的，这呢，拢总是行为。是安那样，你爱去吃，是安那样，你爱去做，这问题呢，就是讲。因为爱，爱就是行为的这个因，咱做代志是一个果，做代志一个果，行为就是一个，这个爱就是因。咱来看到、听到、闻到，哦，你介意呢？你才会要去做动作，要去吃，要去看，要去啉，要去做。所以呢，爱就是因，行动就是果。有迄个因缘，哈，才有这个果。所以讲呢，咱每天介意什么，爱什么，这因爱发动，互咱去做什么，看什么，念什么，吃什么，哈，这呢就是有这个因缘，这个果。就是因为有爱，爱是做什么款？爱呢？释迦牟尼佛问问过地主，讲你的家世交破去，你的什么感受？比丘讲，我唔甘。释迦牟尼佛问讲，树叶啊落来。你的感受安怎样？伊讲我无所谓，所以唔甘甲无所谓，这个中间呢，就是讲爱的成分。你对家己拥有一切，一旦起变化，你的心情就会起变化。偏偏每天看报纸、看电视。报道一挂消息，有诶发生啥物灾难？哦，死几个，车祸死几个，安怎样？咱呢看到，嘛会感觉有一个同情心。哎呦，咱真可怜，这是有一个心意，有一个同情的心。但是呢，你若搁注意甲看，哦，其中一个，迄间我啥物人呢？哇！证明事实都全耗出来，所以开始的时阵并无遐伤心痛苦，甲怎讲？甲你的关系，就是你亲戚、你亲人、你啥物人，你规个都安尼受不了，你迄个情绪啊，都安尼足激动的，所以讲呢。这个头前，恁看起来有一个同情心，感觉真可怜。佮看着讲，迄其中一个是咱的亲人时阵，哇，你无法度接受，咱情绪，咱就讲情绪管理，情绪要做好管理，都是因为咱每一个人内心拢充满着爱。这个爱，你分别心，你所爱的，得去争取，争取呢，得到足欢喜的，争取得到的，那是起变化，你会紧张，那是讲怕袂，我哩足艰苦的，所以呢，心情会好，会歹，会紧张，会激动，会冲动。都是因为咱有爱，这个爱呢，咱佛门叫做真爱。真爱呢，就是咱即马普通叫做爱情。爱情呢，那咱讲呢，心情安怎样？心情安怎样？用国语讲叫做情绪啊，心情真无稳定，就是讲情绪不稳定。所以呢，咱若要做好情绪管理，
都爱知影讲，咱每一个人是安那有当时的郁卒，是安那有当时的真正兴奋、真正冲动、真正激动、真正伤心、真正艰苦，当中是因为咱心情内底、咱的心意识内底，拢总是爱。充满了这个爱，所以呢，这个影响咱日常生活，是会当保持心情真正平静。这原因，就是最主要的因，就是爱。这个爱呢，不是讲普通人讲爱父母、爱母子、爱兄弟姊妹。亲戚朋友乡亲，这款爱有的是真正奇怪，有的呢爱去收集一寡古董，有的呢爱狗啊，比爱父母搁较爱，下班回来看父母伫遐，安尼就点一头子。就牵狗出去遛狗，遛了几点真久才回来，未牵咧甲老爸老母，就要讲一寡话。所以呢，咱这爱呢，有当时真奇怪。有加拿大多伦多有一对阿仔某结婚足久的无生仔，所以呢，饲狗啊。当作囝，迄个狗仔叫做 Michael， 因姓林，叫做 Michael Lim。迄狗仔吼，听命命，拢买上好饲料好食，食到有够肥个啦，肥到呢脚徛袂起来，所以呢，安尼就爱手捧迄个嘴壳，狗仔嘴壳遐互伊食。落尾肥到实在是有够过分，医生呢讲，即安尼疫情艰苦，心脏负荷不了，爱互伊安乐死。哇，安乐死了，因为足疼惜，所以呢，死去了，请法师师父上经超度做功德，功德。超度的时阵写佛力超荐爱仪爱儿马可林往生莲位，超度了就要一直好，每礼拜随堂超度，随堂超荐，凡是超荐圆满，就搁就要好，经过一年。过去随堂超荐，也是做法会，安尼的超荐，同款阁好。所以一只狗死去，好几年好袂煞呢。德州休斯顿遐，有一个人，伊呢伊狗啊死去，请法师诵经超度了，连续哭七天。厝边隔壁讲，较早因老爸死去吼，伊拢无哭七天呢。所以呢，这爱，爱会使讲是幸福快乐的一种的动力。但是爱是痛苦悲伤的根源，无爱就无幸。你。较早真爱，即卖呢，都看了都无介意，无介意，佫毋知要安怎处理，所以心情就真歹。较早是足介意，即卖无介意，所以呢，情绪、心情不稳定啊。爱是因，追求争取是一个果。追求清楚，记在脑筋记忆体内底，这是一个果。
有行为的因，记着脑筋的果，记着脑筋的这因，有投胎转世果，投胎转世因，有老病死的这种种的苦。所以呢，释迦牟尼佛讲因缘果报，是要予咱知影讲世间的种种的痛苦，拢有原因。因为安尼，所以讲爱清楚具体存在，即就是累积咱去投胎转世的主要的因缘。所以讲呢，以属性地来讲，爱、处、幼，就是集性地，生、老、死、苦，这是苦性地。属性地内底，释迦牟尼佛先讲苦性地，然后才讲集性地，然后才讲别性地，最后讲道性地。好、哦，这个苦性地是一个结果，结果有原因，就是集性地。这个原因就是爱、处、幼，这个生、老、病、死，这是果，这是流转生死的因缘果报。好、哦，那释迦牟尼佛讲这个别性地。就是讲呢，人解脱的时阵，真正快乐，心心自在，拢总无挂碍，哦。这款的呢，就是亲像讲吼，咱一个人身躯无什么款的病痛，心情无什么款的压力，一旦时啊呢，敢若真正自在。哦，即卖因有快速路、高速路真济。哦，有当时啊呢，塞车上快速路、上高速公路，即感觉拄只啊未记去变速，即卖起来才感觉讲想要去变速。那呢高速公路，但在当时才会当扭落，那当时才有这个交流道出口。好、哦、就是要急嘛呢，啊，急呢，急干呢呢，但啊，有交流道，有休息站，一个车停落呢，去要去便所，看喺门口讲呢，即马在摒扫，请你去去便民使用，哈、啊，实在是紧张到要死，哦，所以去到便遐呢，那是要来底安尼苦累解决的时阵，迄叫做解脱。解脱就是心情无迄个压力，吼、哦，身躯无迄个咧，紧甲真艰苦，迄款个情形叫做解脱。所以讲，韩国寺庙个厕所叫做休所，休所韩国话中文呢叫做解忧所，解除忧愁的场所。叫做解忧所，所以呢，咱呢，这个快乐、逍遥、自在，真正有迄个会当进入到这款的境界，就是咱生活中，咱呐烦恼的代志无去啊，还款的心情真正快乐，起码是小小的解脱，哦。只是讲呢，佛陀讲的涅槃、灭性地啊，这款呢是所有烦恼、紧张、贪婪，这拢种气度啊，拢无迄款的挂碍啊，心心自在。这款的呢，啊，是一个咱咧追求涅槃的这个境界，这个果。要大家这个呢，就爱。修八正道的因，啊，修八正道是因，得到涅槃是果，啊，所以
苦诶，急性地，甲苦性地，这是轮回生死的因果。修不正道，得到解脱的这个灭性地，那么这就是出世间的这因果。所以因缘果报，就是世间法因缘果报，出世间法解脱生死，嘛是因缘果报。那么咱即卖呢，为了要追求真正因甲因甲缘，所以讲咱先来会爱，会爱呢，就是因为感受。感受了未来，才会爱。你看到一个物件，吼、哦，你有介意无介意？你若感觉真介意，你就有想要得到。所以，爱是对你感受来的。吼、哦，我下晡吼去迄个消费方引导去看因婆婆。九十几岁啊，逐天都拢在画图。吼、哦，阿、啊、好我想起讲呢，即画图，伊讲呢，因婆婆讲六十五岁才开始学画画。啊，有一点真了不起的，就是讲，伊开始的时阵用铅笔啊，吼、哦、来画画，甲当今将来唔捌讲拍算一张纸。而且讲，达定位都是有完成就对啦，真正了不起。啊，九十出头啊，还阁达工咧画，实在真了不起。啊，我甲建议，吼、哦，啊，伊萧惠芳拢伫湖光山当义工，因查某囝后生嘛拢伫湖光山当义工，尤其拢伫美术馆。因婆婆姐都爱有一摆去美术馆，无就是去屏东美术馆、江城美术馆，展览一摆啦，足好个呢。啊，较早呢有这个美术馆，有一对老阿婆去参观美术馆。迄摆展览就是人体的画像，迄、那个人体的画像呢，就是画一挂查某个。啊，西洋的吼，对这块的拢有当时拢画甲无穿衫裤，有一张呢，敢那这个下面遐画一片树叶啊。安尼呢，这对老阿母去参观甲七百度的时阵，翁婿吼脚骨唔刷位，一直看。哇！啊，对头壳看个脚，脚看个头壳，啊，唔愿走，吼、哦！啊，伊这老牵手就足气个，啊！无，你是不是你看个秋天来的时阵，迄、那个秋风将树叶啊个扫个，你才甘愿走呢？啊！咱看到物件。听到声音，介意呢，就是唔愿放。这咱佛法叫做念着，如痴似焦，念着的安尼意思。安尼因为安尼，所以呢，咱每天都是真放心。每天是那个放心，放心就是把睭来看到啥，火啊多呢，火那是啥物？火那高水。耳孔啊，听到啥？哦，迄什么声音？哦啊，无迄个 CD 是对的，啊，拄则要开始迄 CD 是对请的呢，哦，可比安尼，就是拢心向外，心拢向外，叫做放心。所以咱阿摆安心，无放心，心放随，收未倒转来，啊，所以呢。咱这叫做心随境转，心随境转，因为外口的种种的境界，你看到、听到、闻到、吃到，你就伫遐起分别。
分别迄个迄站迄个迄户安怎样，所以呢心拢向我。啊，咱修行爱将心收入来内底，所以呢爱安心，唔通放心啊，请你放心。即讲起来淡薄毛病，请你安心啊。古早讲，若有时间有闲，就来寒舍坐坐。即卖寒舍是有冷气的人，才叫做寒舍呢。所以，古早用语甲即卖用语无相吼。啊，请你也保重，即请你也保重，当今唔通用。我嘛减肥，你阁请伊保重，还保重啊？啊，想到这个保重哦，我伫屏东龙泉哦，迄训练中心，哇，迄障碍超越哦，啊，地啊，踢啊，跳，啊，有摆呢，一摆呢，我都底下撞撞撞，啊，那个一个所在有一个坑啊，一个坑坎，我跳呢，我头前呢就是家己的牛笼。家己牛龙呢，怎吃掉嘞？班长讲跳啊，牛龙跳啊！牛龙呢，然后我头夹头，甲班长讲：，阮妈妈叫我出外，身体要保重。嘿，班长个做人真厉害嘞！好了好了，走过去，走过去。是中华国际失实协会。有鉴于现今各种天灾人祸层出不穷，众生身心受着许多内外的压力与伤害，为此慈悲置业成立中华国际失实协会，推广大乘佛教上供下施之慈悲法门，体认世尊施设此法之慈悲本怀。如此不仅能分担如来家业，布施者亦得福，实为名扬两利之善行。修施食与烟供法是增加福报的最快方法，不仅布施六道众生，可以增长布施者福禄寿财，生生世世福寿长，善根具足。也因为布施鬼道众生与众生结善缘，则能免除一切有形无形障碍，能对我们世间的生活需求事业有所注意。国际万场烟供自2014年4月11日起至2010年4月23日中午止，海内外共30万3025场。布施蚂蚁小鱼自2015年5月21日起至2010年4月23日止，海内外共12311次。今天我将宣讲有关佛法的内容，说法最主要的是帮助别人，以佛法来助人，所以宣说佛法，而且为了改善自己的心，好好的实践佛法。我所宣说的佛法，以易实修、易懂的方式来说比较好，注意较大，因此我以简单的方式来说明如何实践佛法。
此我们可以给予他人最好的是良善的心。我们应该期许重视自己成为一个善良的人，不只重视，而且关于这部分还应不断地探讨如何去做才能使自己成为善良的人，且如何去帮助其他的众生。了解之后应谨记在心，再教导别人。自己不能成为善良的人，就不能带给别人安乐，所以自己先承办幸福大道，再让他人也走上幸福的大道，如此能激发更多愿助人者，因而社会和谐，人民平安。是慈悲爱众生，接下来请收看长老发语。善男子，因何名菩萨摩诃萨十轮？佛和金刚藏菩萨说我所说的菩萨摩诃萨的十轮，前头讲乐业的十轮啊，现在呢是讲善业的十轮啊。这个佛现在具体的说十轮的相，大乘大济十轮，这是最主要的部分。说这部经啊，大乘大济十轮就是菩萨摩诃萨的十轮啊。那么神是菩萨摩诃萨的十轮的相呢，以下就开始述说十轮的相。善男子，此十轮者非于法也，而这个十轮呢不是其他的法，而大家常识所学的就是十三业道。佛跟金刚藏菩萨说，当知我所说的菩萨摩诃萨的十轮就是十三业道，这就是大乘大济十轮。如果成就了入世十轮，得名菩萨摩诃萨，因此我们诸位道友，不论你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四宗弟子，将入佛门都给你讲的最初的法门就是十轮，就是十三业道。那诸那莫作诸善奉行，诸善奉行嘛，十轮就包括完了。所有的善业都在十轮当中。成就是十轮才能成为菩萨摩诃萨。
一切恶业都解放了，一切善法随意成就，说这十法是根本，乃至于究竟成佛，树能盈满大涅槃海。十法具足法一切方便，所以大善巧方便的智慧，以这个大善巧方便智慧成熟一些众生之类，就是教化众生，菩萨行菩萨道，教化众生时候，令众生都得到安逸，都得到益乐，就是这十轮，不是其他的，另有什么方法，那就是十善业道，业道。如果我们生口意，因为这些是小事儿，随便犯一犯呢没关系。人大经十论经就把十善业道讲得很重，说你生口意，如果不能护持好，你什么也成就不了。不论说好多的品，好多的因缘，善业是根本，十善业是最根本的。佛所说一切法，一切的比喻，一切的因缘，都是让你做到十轮，做到十轮。要能够十轮，就是十善业道做好了，就是菩萨摩诃萨。说你这十善业呀，都没犯，身口意三业。三业清净，就是菩萨之中的大菩萨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一切恶呀都解脱了，一切恶呀都断绝了，一切善法都成就了，这叫十轮，叫十善的十轮。那我们就个口业，说妄语戒，说不打妄语，不讷口，不说不说这个两舌话，不挑拨离间，很简单哈，不骂人，不讷口喝在人，这好像是很容易做到的，但是很难，因此呢，我们劝教大菩萨摩诃萨化导一些众生的时候，他第一个教导让众生能够遵守十善业，束缚你的十善业，那让一切众生都能够入涅槃海。十善业是根本，这是这部经啊，大乘大济十轮，就是指菩萨生口意。佛自己又争取说，所以者何？为什么我这样说？善男子，过去一些诸佛世尊，皆能远离十恶业道。过去的诸佛成佛的，就是把远离十恶道变成十善道。说十方诸佛都在称扬赞叹十善业道，十善业所得的果报，所感的果报，直至而堕落三藐三菩提。说要能于此